加一点芥末，然后拿来吃，还可以拿来炖肉，炖肉非常不错，炖肉很香的，炖排骨汤呀、鸡汤呀，还有鱼汤这些，泡好了之后切片，炖汤要最后半小时给它加进去，再炖半个小时就可以吃了。对，然后也可以拿来和红枣一起炖，也红枣呀、桃胶呀一起炖，黏糊糊的，糯叽叽的。对，就是这种口感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吃的。一般的话，放在冰箱保鲜里面保存，然后尽量半年之内给它吃完。半年之对，内吃完，半年哦，之那内放吃着完，应该还可以放的它比较吃久。起来口感的话，就是说像三文鱼一样，就是比三文鱼要好吃，因为三文鱼吃了满满的脂肪，但是这个的话，它吃起来就是满满的胶，什么什么那个叫做什么那个白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吧那个。对，然后这个的话，外面为什么卖的这么贵？因为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很多去拿，包括我表哥他们拿去市批发价之后拿去市场价，就肯定要卖的贵一点。这边的话就是批发价，对，拍完了没有了，就真的没有了。没了，马上没了，还有只有最后几份了。在保鲜上面放在保鲜，对，就是冷藏那儿叫做什么？就是不结冰的。啊，就是上边吧，对放对，在上边，对，放在保鲜上边就可以了。对，哇，马上没了，马上没了，咱们直播间的马上没了。对，这个也可以，没有尝过的也可抢以不到的，品赶紧尝一手下。速了，马上没了哈，这是真的呀哈，这真的哈。已经拍，我拍了两单，我的天，那你真的是对，拍的运气太好了。明星都天天带货，我也这不算是天天带货，相当于我就是难得一次给大家分享山货，而且是需要的就拍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这确实对，好东西啊，因为咱们也担心哈，小姑娘也担心大家有些时候在其他地方买一些山货，买到崴的，买到假的给那那种，些需要的真叔的，叔阿姨你，们。对对对，马上没了哈，我还有最后几份呢，最后3份呢。只有3个人能抢到了哟，咱们直播间们，有人说他们拍了4单，我的天，那你真不给别人留机会呀？拍了4单，真不给别人留机会呀？啊，没有没了没了，了没了，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真的没有了哟。已经没了，现在又抢不到了。待会儿别说又抢不到哈，咱们直播间们，待会儿别说又抢不到哈，泡水，对，泡冷水都可以。都可以，但是好像我是昨天就泡着了，我泡了一天。你其实泡一会儿，它就感觉在变大。我昨天泡的时候，泡了一会儿，我就感觉哇，在变大了好多呀。真的，那个东西它会越泡越大的，因为这个也是晒干的嘛，晒干的都这么大，我的天！你们在外边买的，我的手算特别大的了。你们看一下，晒干的特别大，这个泡出来过后跟我手一样大，它就是泡的过跟我手一模一样大，就这么大的。因为我的手算很大的，你看又细又长的那种，知道吧？叶总唱歌啊？你们那么多人想听我唱歌呀？这么多人想听我唱歌吗？啊？一次性你就看吧，看人，你人多的话应该可以多吃一点。今天他们啊，问一次性吃多少合适？一次性，啊？就是炖肉的话，看你能吃多少，就是就像吃三文鱼一样，你给它刺身的话，炖肉的话放一个都够了，炖给它肉切成片。就相当于一家人炖肉放一个，对，就一哇！今天你这个角度看起来好可爱呀、他们有这么想听我唱歌吗？啊，那么多人想听我唱歌呀！我的天，这么多人想听我唱你歌，唱一首嘛，他们都想不听，是啊？我怕我待会真儿我的。一唱你们就都嫌弃我。我的天！现在咱们直播间14万4千个人呢、这么多人，我担心一个事儿，我只担心，我待会儿一唱你们得嫌弃我，你们得说我唱的难听，啊，会不会嫌弃我？你们先告诉我，不会的，他们说。不会嫌弃我，我唱个啥呢？行，那我喝口水，我准备一下给你们唱。你唱《吉林姑娘》嘛，只要是你唱的，他们说都好听。真的呀，哦，他我们唱他们待会儿人都跑完了，我不操，会的，真不会。
真的不会。我该不该相信你们一次呢？咱们直播间的，啊，我该不该相信你们一次？你们说。行，那我就唱。刚刚答应了你们的，现在咱们直播间14.4万人，我的天，这么多人！你们叫我唱的话，我也就，听你们的啊。谁让你们咱们这个关系在这儿，对吧？我听你们的吧，行吧。我马上搜索一下伴奏。吉年姑娘。唱吉年姑娘。他们说想听。行，那我准备一下。我搜索一下，你跟他们聊两句。杨都俊有吗？杨都俊有，但是这个我自己我们都在吃，不多。对，杨都俊的话，因为这个东西，孕妇呀、宝妈呀、宝宝都喜欢吃嘛。杨都俊云贵川这么多的，你们就喜欢我分享的，你们肯定有，谢谢大家的信任，大家都比较相信我。我看的东西都品质都比较好。对，我们点小赞赞，点到400万，我们叔叔就要唱歌了。点到400万，现在多少万？337万。马上就可以唱。点到400万小赞赞，咱们就唱哈，咱们直播间们现在300多万了已经。真的唱呀？对呀、啊。我有点紧张，怎么办？紧张什么呀？不紧张吧？真的。对。万一待会儿他们嫌弃我了呗？不会的，他们说你唱的好听。真的呀？他们都夸你。那我来喽。来吧。来吧。想吃羊肚菌啊？那么多人想吃羊肚菌。羊肚菌的话，今天他前段时间也送过给我，但是那个东西特别少。羊肚菌吗？对，我找一下伴奏啊。我唱的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好听的打个好听。来，罗秘书，你从那儿过去，你就别过去了，你过来，你跟我一块儿唱。我只是想来吃两颗葡萄的。对，你在那儿晃晃啥呢？来，拿个板凳过来，可以吗？应该叫我唱哦，我那个跑调的。这样。我和罗秘书一人唱一句，可不可以？桥边姑娘，你会不会唱？会呀，会的歌很多，但唱的都不好。行，你做中介，来吧来。他们都说想让我唱歌，没办法，我就把你给拉着。拖下水。我就直接把你拉着一起。我们在小吉年面前唱歌就是什么？自惭形秽啊，自取其辱。关公面前耍大刀呀。对。啊，小姑娘，你这样，今天你待会儿你给我们点评一下，我们唱，好不好？我不要坐中间，他们要说我。